如果两个的话。
加点萝卜丝，好了，放到上面。那你们还要吗？不要，不要。
感觉像我。那个老板娘。等下来吧，来吃个拉面去。不用吃拉面。哎呦，我跟你在一块，微笑的。你看啊，你细细看，像不像葡萄？对不对？像整串的葡萄，对不对？像。挂在上面的。我们那时候是盖饭，下面就是一个饭锅。现在干萝卜丝比较好，不然会吃腻。干萝卜丝比较好。一样是我们海葡萄啊，我们那边的海葡萄真的不好吃。我没吃过一次，我买过一次。我啊，可以加海葡萄不吃，但是确实不好吃，不像这样黑一点，不会脆，它是塑料脆脆的，哈、哦。你这样子根本就吃不出味道，要找到它们。嗯。这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没有这样？那煮一盖来冲绳条海胆盖饭多了吗？我还记得上次，我好厉害啊！我们先去湖浅，临时姑公哦，就是海胆包饺子。上次我们要去湖浅吃那个饭呢，下真的不太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，下不太一样。很咸吗？有一点。还是盖饭不好，这是盖饭远，这一点没有嘛？那是日本话吧？西藏嘛是远，嘛是安台湾嘛是远，这好酷啊！他们的五元中间都有放，妈妈上次有跟我分享，就我已经差不多忘了，我已经记得那哪嘞。